再见，十二点有一点了，在印度尼西亚时间哦。然后我现在要睡觉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再给大家拍 vlog。OK， 拜拜，晚安。是早上四点，哎，八点十五分，我起床了，我去刷牙跟洗漱，待会见，拜拜。耶！现在我要去市场，戴口罩哦，大家要戴口罩哦，出门。到市场哦，朋友们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哦。不想拍，为什么呢？太暗了，看不见。现在是在路上，那我妈在这边买东西，这边。这边的东西，对呀。OK， 待会离开哦。嗨，有老虎。嗨，大家好。这里是第二个我妈买东西的地方。对，对，可以说是第二家。Hello， 我已经去市场回来了，然后刚煮了早餐，我的早餐就是吃泡面，啊，就是我的面。那我先开动咯，待会吃饱了才录。OK， 拜拜。Hello 哈，现在我刚帮我妈工作完，帮忙家里的事情刚好，所以现在是四点十三分，然后我要吃炸香蕉，我妈炸的炸香蕉，然后。跟一杯茶，然后边吃边看我的连续剧。我相信这个连续剧应该很多人知道。OK， 我要吃香蕉了，拜拜。Hello 哈，现在是几点啊？等会啊。6:39，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哦。然后今天我的活动很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拍给大家看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碰头机。因为我拍就是用手机拍的，然后我的工作是要用手做，很难碰手机，所以没有办法录给大家看。然后。刚才吃完炸香蕉跟喝了一杯我的茶之后，我就去打扫家里，然后，去扫垃圾，然后给我的小狗狗们吃饭，然后，烧热水，然后我就去洗澡，然后洗完澡我就洗衣服，然后洗完衣服出来。不是洗完衣服，是一半洗衣服，一半织衣服。因为有洗衣机嘛，所以洗衣机在走的时候，我就去什么织我的衣服，干的衣服。然后
治好之后，我就去拖地。拖完地，现在衣服也差不多洗好了。然后我现在是在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待会，大概7点吧，7点多我才吃饭。然后，今天的 vlog 呢是关于我的日常生活，在家里从4月8号我高考之后留在家里的12天，到现在4月20号，今天哦。我希望大家会等我这个 vlog，放出去之后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 vlog。可以给我点个赞，然后也可以留言在我的 vlog 里面，还有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哦。然后待会吃完饭之后，我有可能还有一个活动，那就是在印度尼西亚叫 Gobek Pedai。知道不带吗？应该很多人不知道。待会儿我可以拍给大家看这个。朋友们，现在是7点16分，我要吃饭了，朋友们。今天的晚饭是菜跟一个黑鸡蛋，不是黑鸡蛋，那个是我烤的黑鸡蛋。鸡蛋跟黑酱油，咸的酱油，然后搅拌，然后就去把它给煮熟了，然后可以吃了。这样，那我开动了，拜拜。好了哈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拜拜，就是。这是完成的 Gobek Pedai 的结果。